你二人如何启动？这个阴符剑仙怎么可能跟他们是一条道上的朋友？那同伙也是不分长相的，他们三个要一起打我吗？那可就惨了。燕雨同伙，此剑能否让我一挥？你都不知道当什么来历，你就给他看？有妖气！我哪能有罪坦然这种面无表情、假装清高的人？你们最虚，你们来此作乱，究竟是何目的？昨日让你逃脱，如今还敢现身？孽畜，为何作践？ 你干什么？我是说你身后那个冰块脸。闪开！你不是一直叫他英俊剑侠吗？怎么现在叫他小前辈了？论剑法，他是前辈。那万一他要是比我小，那就叫他小前辈好了。你愚蠢！你才愚蠢呢！那个小前辈也是，我刚想问他的名字，他就一溜烟的走了。小前辈叫聂荣子嫣。你怎么知道？ 我严重怀疑你别有用心。你闭嘴！什么意思啊？被我说说心虚了吧？还瞪我！什么意思？你这个闭眼什么意思呢？还瞪！这个死冰块脸瞪了我，总感觉他会跟着我们。我们小姐，那个韩姑娘还有云公子，公子可曾见到他们？你留在此处，我去找他们。凌霄，你们快快快！ 这个冰块脸怎么真变冰块了？逆行！行了，你先起来。不是吧？本姑娘在这发现了半死不活的你，连着梦玲用。